会议。美丽的舞姿让老人家就像看着自己的孙女表演，专注赞赏。年轻人才艺大方秀，该盛装登场的也不马虎。彩虹老人中心聂老先生把握机会上台分享。此群的朋友们，从2014年开始，4年1日，每个月的第3周都来到我们彩虹中心，把爱心、欢乐带给我们老人，使我们老人非常受感动，让我们这些老人利用这个机会，用最热烈的掌声表示对他们的感谢，好不好？老歌曲，猜一猜，大家在。因为彩虹中心的主任。